2月12日，奶茶妹妹张泽天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和老公刘强东一同宴客的照片。她身穿粉色无袖连衣裙，知性美丽。席间，刘强东发言，张泽天望向老公，眼神里满满都是爱呀。已经不记得奶茶妹妹这是第几次甜蜜撒狗粮了。张泽天和刘强东在一起，笑容总是十分灿烂，心情也是非常开心。网友纷纷围观讨论，我居然看出了夫妻相，哈哈，他看他的眼里有光，崇拜欣赏。